咸味高，帮咱咸西口，这叫因祸得福。他就念念我，所以我都停在他的那个店门口，他的摊位门口。啊，上礼拜我就给他翻白眼。此地不留，自有留人处。我就给他摆在那个蚵仔煎的这边，然后把我所有东西都放在蚵仔煎他们的货品上面，那个纸箱子上面。然后蚵仔煎他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给你放，给你放。”几杯啊？来几杯，几杯。鸡龟姜，喝，喝牛奶，什么牛奶？鸡龟牛奶，喝。好。杯鸡龟姜，喝。生意来跟我打招呼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女朋友，神经病啊！”他说他卖的乌鱼子很好看。他说帅的人卖的乌鱼子都很好看，见鬼啊！我说、啊、你去你们店里卖啊，你把它夹起来，像晾衣服一样，一只一片一片把它夹起来卖。你们店那么大，你为什么不卖？然后我说：“那你干脆拿去给赵又廷卖。”他又说他不要。好像那个角度光线比较好。你要常温还是凉凉的？稍微凉凉。